你弟你要哪个玩具？你想不出来啊、哦？确实不好想。来，铅笔盒要不要？还是你要弓箭、沙画、城堡沙画，还是这个塑胶手枪？还是你要星星？还是你要这个动物画板？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水枪，你想要水枪啊、哦？它这个可以装水哦，可以射哦，水澡的时候可以玩哦。要这个吗？确定哦？我看一下，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洞，哎呀，我手挡住了。姐姐，这个洞可以装水，好不好？回去就可以射了。OK， 那我们跟玩具拜拜吧，拜拜，走。